阿贝啊，不是阿贝，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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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个蓝气怎么回事？刚刚你们有看到吗？左边一格，右边一格。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这一周极速领域的更新内容，双生战神超泛用全境霸王登场，然后反正就是这台车回归了啊，返场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点券纸箱宝宝。欸，官方开掉欸，好扯哦，官方也会掉欸。类似的我看过，我有一个，我看一下，统神端火锅大合集，这个我觉得里面最靠北的是这个，最靠北的是这个，看里面有一个最屌的是这个，我觉得两个。这个超靠北。那还加那个 echo， 他那个叫统神端火锅大合集。等一下，我播一下，我播一下，我播一下。那个左下就是他剑摔那个。原来是滑起来，通通给我滑起来，不然很滑的。又要死了。直接被他喷掉啊！会开始有人掉爆个摔倒的影片，才不会。我只要哪一个？我只要哪一个？不要找！欸，等一下，极速领域有送我一件衣服，然后这件衣服就蛮屌的。他穿起来会像这样，而且他还做两件拉链，极速领域送的。我之前去播比赛，他们给的外套，可是我不敢穿出去外面，这我绝对不敢穿出去外面，就有点类似赛车服那种感觉。
还是没有铁吗？可以用。过了。有。怎么砍？前三。有人跑，我拉开。太小看他了，对吧？哦，来往右。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哇，防不胜防啊，喷电超亏，我害到你啊， sorry sorry， 我还追得到，啊，吸掉，可以追哦，哇，好吸哦，啊，能抢一，打能打。上梦幻脱飘，一确定了。哇！哈哈哈哈哈！刚才那到底什么声音？确实。所以今天的影片主题就是关于桶神端火锅影片十个你不知道的冷知识。这部影片除了原始的画面和音乐之外呢，还有桶神的声音。但其实仔细听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音效其实都是来自不同的影片。首先是这个摔倒的声音，那其实并不是桶神发出来的，而是国栋呢从。啊的惨叫声，嗨！这个呢是统神在2019年8月18日之后，好屌，因为左肩膀疼痛而发出的惨叫，太屌了！所以是国栋哦，那个摔的声音是国栋。恭喜你，已经是一个统神端火锅影片的专家。但这个专家要怎么用啊？我给你一个赞，拜拜。好屌哦！再看一个。这个吗？ Hey， 大家好，我是蜘蛛鞋。我们直接进入到业配环节。十二梦里，极速领域的世界吧。极速领域是一款能够让你体验高速赛车的游戏，上百分钟随时都能目标。现在还能玩超人超人大王游戏，真的好玩呀！这次联动新增超人大王造型、赛车和宠物，玩家将登录参加活动最终点，拥有超人大王皮卡的定制赛车。无情业配，这空子来。蛮好笑的，这个东西啊。好了，差不多播到这了，要不然今天再唱一首歌，再唱一首歌再下。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下了，拜拜。